好，那现在要喝水、上洗手间的可以先。他的三对。对，好。那我们进来之后，先把麦克风关掉。好，那镜头可以先打开。如果你不方便开镜头，就不开，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等一下，现在是2:27，我们2:30，就是3分钟之后会上课。那请小朋友呢，可以先去把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如果你要上厕所喝水，也是利用这段时间先去。手边如果有彩色笔的，可以拿一支，好，一支就好。然后跟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对，好。黄玉拿了一整袋，我有看到，好。没有的就不要拿，哦，例如说 你现在读书的地方不方便拿的，你待会就用铅笔写，老师再仔细看就好。好，燕燕也上来了。陆顺阳，你好。怎么？陆顺阳。好，来，湘姐也进来了。好，现在2:30了，好，我们准备先上课。好，已经到的同学呢，我们准备好你的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你的镜头跟你的人固定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就是你的文具用品跟平量准备好。好，那第三个就是你把心静下来。那之前在教室，因为老师有时候会教你们哈，闭着眼睛，然后深呼吸，慢慢吐气。这样子静心，可是因为你们现在在家里，哦，那每个人后面那个状况不一样，老师也不晓得你有没有，有办法配合，所以我们先不做第三个部分啊。但如果你上课等一下没有很专心，然后或者是老师叫你啊，你叫了很久都出不来的哈，啊。然后现在有两个那个九班的男生哦，人家九班女生有乖呢，九班两个男生怎么把笔夹在鼻子上面呢？啊，上课老师没有叫你做的动作就不要多余做哈。苏胜祥扣一分啊，可以啊，啊不行，雨堂今天应该没有办法上，好，好，看看怎样听话哦。你看哦，你那怎么那么可爱啊？我开始要上课要录，开始要录上课了，结果就录到两个小朋友猪鼻子在夹笔啊，看同学做不对的动作，昨天吴雨堂有帮忙纠正，就加一分。啊，你如果乱学，那老师就扣一分。好，苏胜阳跟张凯成来开镜头了，上课了哈。啊，如果那个不听话，我等一下喊很大声啊，你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在后面，等一下听到就不太好意思了哦。对，已经上课
线上课上到现在，如果你还嘻嘻哈哈那个态度啊，那就好了。请问一下，赖医生开麦克风，谢谢。请问我们是来看卡通影片还是来上课？上课，非常棒哈！现在来上课啊，怎么会有人嘻嘻哈哈嘞？好，来第二位黄云，请问一下，妹妹老师说没有请你们讲话，可以随便开麦克风讲话吗？是谁？棒云，谢谢你也加一分哈。对呀、啊，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呢，镜头到现在还固定不了的是谁？要不要老师拿一个大钉子去帮你钉起来？好，苏胜强固定好哦。我刚刚看到是爸爸还是阿公在后面，我刚刚没有看清楚。今天谁陪你？阿公。好。阿公跑去里面了。我今天用 iPad。好，你今天用 iPad。电脑黑掉不行用，因为我刚刚在跟张凯成。是。来，现在听好。你们在家啊，有听话的举手，自己举手，我看看，把手手举起来。有的人是按举手键，好。不会呀，你不会被你阿公骂。对呀、啊，好，手手放下，谢谢。好，云云举得最直，很棒。在家老师虽然看不到你，但我看你上课态度，我就知道你有没有乖啊，有没有听懂。哦，然后啊，二年级有出现一个情况，先跟你们讲一下，所以二年级有一个状况。我在听啊、哦。好。妹妹老师的课啊，昨天二年级很棒，很乖。可是有人被告状，被哥哥姐姐告状说，老师他只有上你的课那一个小时是乖的，他其他时间都在玩电动。哦，有没有这种人？我们一年级有没有那个手机都粘在身上的？到时候我回来看到你近视哦，我在想你应该就是那个手机3C产品用太久哦。所以记住，除了学校课，老师我本来就近视啊。啊，可是如果更深呢？跟喵喵老师一样戴一个那么大的眼镜，那就不太好看啦、啊、对不对？哦，所以听好哦。好，现在没有举手讲话哈、哦，老师只有告诉你们，就是除了上课之外，上学校的线上课跟安静班线上课之外，请你一定要找有意义的事情做。什么叫有意义的事情？不是看3C，不是看卡通哦，你可以整理家里啊，或者是看故事书啊，或者是呢？看看你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再讲一次，因为你现在在学校的时间很久，你不用去学校打扫啊，也不用去学校整理东西，也不用去学校当老师的小帮手，那麻烦你们就在家里当一个。因为学校时间很少。我下个礼拜会发一个通知问爸爸妈妈，在家有很乖的请爸爸妈妈呢跟我说、哦、那我回来之后我会给这些很棒的小朋友礼物哦。哦，所以你不要呢，到时候人家都传很棒的照片给我说，你看他很棒哎、欸，他在帮阿嬷捶背，你看他很棒哎、欸，他在看书，你看他很棒哎、欸，他在帮爸爸妈妈的忙。结果有一个字，你看他被罚站，站在墙壁那边，这样有听懂吗？哦，所以我不希望有收到这种被罚站的照片哦。哦，好，那我们来切换镜头看今天的进度哈，稍等老师一下下。谁呀、啊？谁被罚站 ？Apple 老师在旁边都笑出来了。嗯、啊，有一个照片呢、啊。好、哦，好，有呢。昨天我有收到一个笑话啊，就是说那个停课期间，各地已经传出灾情，什么灾情？然后就一堆爸爸妈妈穿拍那个照片，有没有？就是小朋友有的被罚站，有的被罚半蹲，有的那个。就是反正就被处罚的动作这样子哈，然后老师谁被罚站？不是我们安心班的啦，是那种网络的讨论的哦。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进度，看这边哈。好，数学大家都一样，新普文德都是老师红色的彩色笔这边哈。数学80，那国语呢是91跟83。老师我已经写完了。好，喂，滚走了。好，这样哈。写完了很棒，写完你等一下上课就专心听，就不用在那边。好，那等一下下课时间呢，请你们去找一支深色的彩色笔。好，因为我们下课完了回来之后要考听写的。好，老师我写完国语了，可是我不知道第五节那个是什么。没关系，我今天要先讲数学哈，把数学讲完，那 后半段我们讲国语边讲。讲一个段落，我们就来考听写。好，来，请看新普的数学。新普数学80页第一题，来，请准备哦。哈，好，
请黄玉云跟曾俊凯一起念，念第一题连连看，来开始念。连连看，投球比赛，投中一次画记一次，根据比赛记录找出小朋友的投球结果。结果很好，谢谢。好，凯凯，你那个网络比较不稳，但是请你人要稳啊，你的人要做好哦，要稳，不要动来动去。网络不稳没有关系，人要稳住哦，不然老师头好晕呢、欸。哦，等一下你们如果听老师上课上一半，咚倒掉了，没有上课了，那应该都是有小朋友晃来晃得太厉害。目前镜头一直在晃的，有好几个。哦，稳住稳住。好、哦，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晃，就是地震的时候，好吗？哦，现在没有地震啊，所以要认真上课哦。好，哎，苏胜强有地震哦。好，再调皮再扣一分哦。哈、哦，那个扣满五分的老师，明天下午就会开门，请你来安亲班坐在那边写一堆考卷哈、哦。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上平量嘛，还一叠考卷没有人写啊。好、哦，那苏胜强到时候如果有认真，就不会叫来写考卷啊、哦。好，看这边投球比赛，投中一次，刚刚云云念得很清楚哦。哈、哦。画记一次，来再看一次。画记就是画针织记哈。我们目前的画记，我讲过，画圈圈比较慢，我们就画针织记哈。根据比赛来记录，找出小朋友的投球结果。好，我昨天在备课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是教师用的嘛，有解答本，然后我就看到这边，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空空？哦，原来它是没有的。哦，这一颗看清楚哦，这个绿绿的这一个是没有的哦，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准备？如果没有准备会以为说有啊，他有投中一球，为什么没有给他？这个是盘子、哦、就是他投球的那个黏的那个中间的、哦、颜色不是球。好，所以呢你看第二位小朋友他就是连到波，他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不小心力气可能不太够、哦、没有投中。好，看这里哦，第一位小朋友是几投中几个，燕燕你帮妹妹老师数，黄俊燕看第一个。这个是几横，看得清楚吗？我在讲平量八十页。三横，非常好，谢谢黄俊彦，非常清楚哦，哈、哦，谢谢你。好，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是零，所以第二个就连到 b 哈、哦，第一个要连到 m。第三位小朋友，请李廷佑回答，廷佑这是几个？投中几个？六，非常好，哎，我们班真的很棒哎。好，所以第三个要连到 p， 有六颗球哈，这是球不是橘子，好不好？哦，那个橘子不可能投到上面黏住的哈，是那种像网球哈，有魔鬼粘的那种球。好，第四位同学，请苏胜祥回答。苏胜祥，好，老师喊到名字喊一二三，没有回答就扣一分哦。一，好，二，苏胜祥，三，好。来，下一位同学，我已经帮他登记扣一分了。张凯成，请回答，这是几横？是四横。四横，对，画了四个记号，所以就是连到分。好，来对一下你们的第一大题有没有对？好，苏胜祥，你的平量有没有打开八十页？有哈，请你专心。好，我等一下第一个会叫你哦，请你专心。刚刚叫你不没有回答。好，第二题来，请苏胜祥念题目。我去拿纸啊。好，没有关系，我可以接受你的理由。好，来，第二，票选班上，请开始念。票选班上，礼貌天使画一个，表示得到一票。对。根据画圈结果填填看，小米。好，小米那个先不用念，很好哦。这个题目是要选礼貌天使。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小敏哦，来注意听，这一排五个圈圈就代表政治记号，所以我们就数五十，然后所以这里加两个就是十二。好，请你们把十二写到第一个，这样会不会了？再讲一次，我们就不要一二三四五这样数，我们直接数五十，然后就十二，然后就写上来。好、哦，来下一题哦，请蔡和宇回答阿丽，你帮我数阿丽有几票？好，蔡和宇直接开麦克风。有八票。
非常好，谢谢蔡和宇。五票再加三票，所以阿丽写八票。好，来佳佳，请赖宜珊。九票。很好，谢谢赖宜珊。九票这个哦，妹妹老师偷偷教你们一个方法。如果你的减法够强的话，你也可以看说，哦，一排五个嘛，两排十个，它少一个就是九。哦，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那如果你说老师我不敢这样算呢，我怕我算错，那你就一二三四五，对不对？五，然后六七八九，这样也可以。哈，好，接下来呢，我要请文德的同学帮忙回答这一题新谱的喽。哈，来，妹妹老师有说过，如果有狗脚印的题目呢，就是怎么样比较重要？他做一个记录。哈，美美的记录不完整，请帮他完成。好，来，小敏。有帮他完成了，阿丽有帮他完成了，佳佳有帮他完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美美啊，十二票、八票、九票这三个东西，他没有政治记号数完整，所以来请阿婷帮忙检查。第一个小敏，如果他只有画一个五五，就是画计划五的话，请问他还要补多少上去？你看得清楚吗？我放大。我帮那里局部放大，没关系。还要写一个五，再两个，再二。对，好，一个正是五嘛，对不对？所以还要一个正，再一个二，很好，谢谢蔡婷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请新埔同学来把它登记好。他现在题目只有给你一个五而已，哈、啊，只有给你一个正，所以你要再送他一个正跟一个二，啊，所以要再给他七票。好，来，请黄。黄成伟，黄成伟来，阿丽呢？阿丽一个五了，一个正了，三票，再给他三票，很棒。好，再来，我想请我看吴湘姐，湘姐来，佳佳，你帮苗老师看佳佳，佳佳要九票，那他一个正了，所以他还要给他几票？还要给他四。非常好，谢谢，谢谢文德的小朋友，超级赞的哦，哈，妹妹老师给你们两个大拇指，哈，因为呢，这一页大概只有最后一题比较难，我会不会讲太快？如果有讲太快，来不及跟的，因为刚刚很多人都跟我说写完了，我是边讲边写。哦，好，来，请听好，我讲完了，新埔还没写完的举手。好，来咯，那我要选一下，等一下你们可以轮流回答。刚刚这一题是要选礼貌的天使，你们觉得我们班最有礼貌的人是谁？帮我选一个吧。好，吴湘杰说，吴宇堂。吴宇堂，好。蔡和宇呢？蔡和宇，你觉得呢？赖宜珊。赖宜珊哦，好。还有吗？还有人推荐吗？好，黄俊彦跑进来了哈。好，英燕，你不小心退出哈。好，都应该蛮有礼貌的，对不对？那还有人吗？好，吴湘杰又投票了。张淑菲。淑菲哦，哦对，淑菲好，淑菲也很有礼貌。好，我觉得刚刚他们讲的都女生呢。黄玉云也很有礼貌，我觉得黄玉云也很棒啊、哦。蔡和宇也很棒啊，吴湘杰也很棒，陈一杰也很棒哦。好，男生有没有不服气的？说我们也很有礼貌，你怎么都不讲我？有吗？好，男生我们等一下再来选。男生就不知道了。嗯，男生我们等一下再来选别的好了啊、哦。好，男生哦，男生其实也都蛮乖的啊，对不对？哦，好，蔡和宇有说，请说。不小心按到，曾俊凯你呢？曾俊凯你要投你自己一票，对不对？老师也很棒。谁很棒？王金元。老师也很棒。王成伟。老师哦。好。等等，等我一下。为什么我刚刚有看到李秉成在按伙伴模式？李秉成有进来哦。哦，好。太厉害了吧！你们还会按到伙伴模式，好，来，那个进来伙伴模式，不要乱按上面的开关，好不好？哦，因为昨天还有小朋友差点跟我乱分享，曾俊凯小朋友对不对？哦，好，来看文德八十页，文德八十页是加油小站二，好，文德看得到吗？你们今天是讲台湾这一个，新埔要听哦，这个题目非常重要。你不要说啊，我新埔上完了呢，我可以到旁边去喝水上厕所了吗？还没，时间还没到哦。因为这种素养题哦，就是你们学校很喜欢考的。什么叫素养题？就是课本没有教，但是呢
它跟你生活很有关系，然后考试很容易考的哦。那我们要来看看这种题目哦。老师，我刚才跟你对的答案都对。好，我们不要只有对答案好不好？我们要来看一下他到底要问什么。好，黄成伟请念，小光开始。你看你的评量。小光一家七月十三日从家里出发到花莲台东旅游。好，七月十三哦。好，来你们看一下，这里送你一个日历，日历就是一页一页的。然后这边有个月历，月历七月十三，我们先把它圈起来。好，来第一题，请蔡婷念题目。今天，天是下出发的，好，没有关系。阿婷，那个网络好像讯号，因为可能天气的关系，今天比较说不清楚。吴湘姐再念一遍，今天来开始。阿婷，谢谢你。今天是从家里出发的日子，明天去泰鲁格国家花园市。好，国家公园哦，不是国家花园，好不好？七月十四日星期。是的，来，云云，你有没有看到这一题？这一题是月历的那个单元哈。苏胜祥有没有看到这一题？我七月十三出发，七月十三出发，那明天才要去泰鲁阁国家公园，那就是七月十四。那七月十三星期三，七月十四星期四。啊，好东西掉光了。好，有问题吗？好，李婷又听得懂这一题吗？没有问题。懂哦，好，这个不是你们新埔的评量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到时候新埔再复习应该也复习得到。好，接着来看下一题，一个红豆麻吉卖18元。好，请注意听哦，小光买两个共要付多少？36。好，18加18，你们还不会这样加，只能用浅浅加。浅浅加怎么加？来看这边。好，18再加18，他叫你要圈圈看，哦，那你就是先画一个18，然后再画一个18，那两个8加两个8会变成6，哦，所以呢，来开麦克风，好，吴湘姐，好，吴湘姐，请稍等，来，刚被退出了，文德的看一下这边，新埔也看哦，36元你算好了之后，你再圈36。而不是你圈18，你说哦，老师我圈18，然后呢再圈一个18，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在付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给老板两个18块哦，所以呢，这个答案呢，你就直接圈36元这样子。好，哦，好，到这边来得及吗？来得及，哦，詹凯成超棒，他很认真听哦。这是文德的，可是詹凯成很认真听。好，最后一题来，最后对不起，最后第三题来。七月十五日这一题，请黄成伟跟蔡婷一起念。七月十五日，蔡婷。七月十五日星期五，小光一家到瑞穗牧场玩，鲜奶冰淇淋一个卖45元，小光已经付完了。40元还要补几元？用一画画看。好，来看一下，要卖45元，我已经给他40元了，啊，已经给他40元，10、20、30、40，那我就再给他5元就好，就补上去啊。一个有没有开？谁可以告诉我？等我一下啊。谁怎么了？那个苏胜祥，他阿公在跟他讲话，好，他说等我一下。好，好，那个苏胜祥跟吴湘姐还有黄玉云哦，你们三位是不是都用平板？对，我用平板，我用我自己的之前的生日礼物用。我用平板。好，因为哈，平板好像有时候会不小心那个声音会打开哦，所以如果不小心有打开啊。喵喵老师会请你关掉。我的不会。
Okay, 你不会，只是我的镜头会动而已。会动啊，会动。对对对对，我有看你们的镜头，所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平板。我的也完全不会。哦、好 ，OK 吗？可以，好好来继续哦。我刚刚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块钱要画五个一块钱，不画一个五元？谁可以告诉我？好，张凯成举手了。张凯成，请说。因为他只有说能画一元和十元。是在妹妹老师的红笔这边，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行字？用一块钱画画看。只有一元吧，没有十元吧？凯成很专心哦，哈。好，来第四题。这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小光要去参加台东的热气球活动。是几月几日呢？好，几月几日呢？我们看一下，星期六，7月16日。来看回来这边，哈，看回来这边。好，我帮你们放大一点，这样看得到哈。好，再大，好，看得到。来，一二三，第三个星期六，我把它圈起来，所以是七月几日？文德对一下答案。7月16日，非常棒，很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模一样。这次这个月历啊，还有这个我们的数钱币，就是期末考范围，大概比较容易出错，比较难的。我们下个礼拜把进度上完之后，我就会回过来帮你们复习比较难的这几个单元了，所以请小朋友要认真的上课。我觉得你们越来越棒，上课该上课啊，该注意的事情，该写的评量都有写。好，我数学评量都上完了，有没有人数学评量还没写完的？如果你已经写完的呢？没有。休息一下，不写完。等一下，老师桌面上会放一个计时器，计时器到零了，你们再回来哈。现在可以喝水、上厕所去休息一下哦，哈。好，我把评量进度放桌上哈，你们想看的也可以，等一下先看一下国语的部分。秉承，你怎么这么早上来？你要听一点一年级的，好，可以哦。好，正阳也跑上，没关系啊，你们先上来就先听课哦，反正把一年级的再复习一下 ，OK。老师，为什么李秉承进来？刚刚说他们想听可以进来听，没有关系。你们等一下想留下来上二年级的也欢迎啊。就像有时候妹妹老师在跟你们讲说，我在复习一些东西，我说哎，这个月历一年级上过，二年级还有再教一次，只是那个深浅度不一样而已。哦，这样有听懂吗？他们在家有就是有时间，他们想上来听就 OK， 好不好？哦，欢迎的，没有问题。
冠霖现在是上一年级的课哦，我在练习五字。好，没问题。宏宇，你在拿什么？还有剩五十七秒、五十六秒，好，我们准备要回座位了。还没有回座位的同学，慢慢走回来没有关系。然后，请你们帮喵喵老师一个忙，准备一张纸、一支彩色笔，不要是黄色的哈，颜色深一点没有关系，可以是蓝色的或绿色的或黑色。红色呢？黑色可以吗？红色呢？然后我要考听写，我今天会考几个字，不会很难，就是我等一下上完课，我会从这里面挑字来考听写。我最爱考听写了，真的哈、哦。那不过因为我们每天上课也不一定。我刚吃了一个巧克力吐司。有，我有看到。好，剩十二秒了，准备了哈，准备了。好，时间到了。好，哦，它就噔，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有听到的举手。它就噔一小声而已。好，我下次再来研究一下，看它可不可以声音大一点的哈。它这个温柔的提醒，我怕有些人听不到声音。好，关掉喽。OK。好 ，OK。来，我们准备上课了哈。好，来点一下名哦。凯晨、香杰、玉云、秉承，这二年级的谁？蔡婷。好，陈一杰、李婷又、曾俊凯、黄俊彦、苏胜祥、蔡和宇、赖宜山。好，张淑菲，好，都在线上。有没有人没有点到？二年级的那个吕正阳跟萧冠霖，好，跑进来旁听了。啊，秉承，好，有秉承刚刚念过。好，欢迎哈，没有问题，来。那待会儿他们考听写，你们也跟着一起考哦。我会从我上课的内容一起考，你们没有关系哈、哦，不要紧张。对啊，秉承在笑哈、哦，我字本来就是这样啊。我发现你们一二年级很多字，如果不一直复习，到三年级就是写不太出来哦。好、啊，我们先上文德，先上新谱，现在先上文德。来，文德的国语要写83页，83页。好、哦，83页不会写完了。对，请。新谱的也跟着一起听哈，83页不会很难哦。好，来第一题，就是第四大题的第一题哈。好，我先帮你们念出题字哦，请你看一看，看看太阳一整天的活动，并填入适当的时间代号。好，注意两个地方，一个是太阳一整天的顺序，第二个是要填代号，所以请你不要写什么早上、中午、傍晚，你就写一二三四的代号就好。好，来请。我先请文德的同学告诉我这是什么图片啊、哦？好，来准备咯。吴湘杰，请你告诉我第一个图片你看到什么？第一个图片我看到小羊跟房子，还有山，还有云，还有太阳。很好，那关键点在于那个太阳是刚出来吗？不是，不是。好，谢谢你的回答。这是第二阶段。对，好，来蔡婷，请你帮我看第二张图片。第二张图片是太阳怎么样？刚出来还是到天空了，还是要回家了？对，太阳刚出来，很好，刚出来哈，早晨的太阳。黄成伟，第三个太阳长怎样？快要走了，快要走了，啊，快要下山了，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人类哈、哦，真的蛮妙的。把太阳呢讲的好像它真的有生命一样，拟人化、哦、太阳起床了，太阳下山了，拟人化是拟人化，很棒哦，吴湘杰超聪明的。好、啊，看这里哦，其实是我们地球自己在转，太阳一直都在那里，有听懂吗？哦，然后地球是行星嘛，以后你们会，地球呢它就绕着太阳在转，所以是因为呢我们有转到有一面是有。接触到就是有面向太阳这一边，所以这边的人都白天。那如果转到傍晚的晚上了，就是等于背对着太阳了。哦，好，那我们来看哦，第四张图片当然不用怀疑了，就是有月亮。现在就快要晚上了。就是现在是还没，现在是下午而已。可是因为今天下雨，所以看起来我知道我刚刚是
那个有点暗暗的。哦，好好，谢谢凯晨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二三四哦，请黄成伟告诉我一的答案应该是什么？一的答案是二。好，一的答案是二，它是中午哈、哦。等等等等，很棒哦，谢谢黄成伟。好，请吴湘杰第二题给你作答。一哦，好，一就是早上，来等等等等，吴湘杰很棒哦。好，第三题给蔡婷，蔡婷请回答第三题。第三题是傍晚三。很好，答案是三，等等等等，蔡婷也很棒哦。好，第四题，黄君燕在线上吗？好，来赖一山请回答，赖一山第四个答案是几？是晚安。是晚安，晚上等等等等，好，赖一山很棒，我觉得我们二年级跟一年级都有那种很厉害的小朋友哦。二年级一直有一个小朋友，张欣杰啊，他跟赖一山刚刚的状况是一样的，他就不太开镜头，但是妙妙老师每次点他回答，他都可以马上回答，表示他一直都有在听，只是他没有想要开镜头而已哦。好，那问题是低年级的小朋友通常我们线上课比较怕就是说小朋友没有专心、哦、那我觉得我们班目前做的很棒。好，第五大题来准备，第五大题注意听哦，这是一个句型的部分。老师其实很简单，看要帮我们写好。黄君燕，好，妙妙有在来找黄君燕哦，燕燕如果有在的话请你举个手或开个麦克风、如果不方便就稍等。好，来，小雨用一开始点点点后来点点点的句型造句。好，请你判断句子中一件事情是先发生的，把它圈起来。什么意思呢？天明老师问你们哈。好，听听哦，我现在要你们手在镜头前面比一或比二哦，注意听。好，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以时间的顺序来讲，一开始跟后来谁先谁后，再讲一遍，一开始先后来谁先谁后。好，先的请你们注意听，先的比一，后的比二。好，请问一开始要比一还比二？比在镜头前面我看看。很好，黄成伟答对，赖宜山答对，李秉成答对，吴湘杰你比好我看看，詹凯成对，曾俊凯对，好，蔡婷对，好，黄玉云也对了，吴湘杰也对了，好，很好，谢谢。苏胜祥也对了，一开始是一，好，那请问后来是二还是一？再比一个后来给我看。很好，对的，我就跟你喊名字喽。詹凯成、黄玉云、黄成伟、赖宜山、蔡和宇、李秉成、苏胜祥，好，谢谢。曾俊凯也有比，我看到了，虽然镜头一直晃动，哈，谢谢曾俊凯。一开始是一，如果以顺序来讲，一开始是一，后来是二，好，所以注意听哦，我们开始看哦。他说要圈起来，先发生的要圈起来。好，注意听第一题，妙老师念，请你们要很专心听。事情叙述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弟弟不会游泳，后来经过不断练习，终于学会了。请问弟弟是先不会游泳？还是先会游泳？先不会游泳，先不会游泳，先不会游泳，先不会游泳。好，答得很清楚，也很正确。先不会游泳才对，那经过练习才会游泳。好，第二题注意听哦，哈，我要请人回答喽。第一题刚刚有让你们练习，一开始客厅乱七八糟，后来我们把客厅整理得干干净净。好，请苏顺祥回答。黄君燕累格了，对，苏胜祥，客厅先乱七八糟还是先干干净净？先乱七八糟。对，我刚刚有讲，请你们在家有空的话可以帮忙整理家里，对不对？客厅一开始乱七八糟，后来整理完之后才干干净净，先后、哦、可是我觉得是事实是相反，客厅妈妈都整理得干干净净，先干干净净，然后后来才被你们弄得乱七八糟，有没有这样子？可能性很高，对不对？好，第三题，一开始妹妹不会写这个题目，后来经过老师指导后终于写对了。好，
二年级等一下有人有问题哦，不会写哦，我等一下会帮他们先讲解那一题，所以请小朋友听好，一开始你们不会写，后来老师讲完之后你们就会写了，所以要圈的是妹妹不会写这个题目。好，文德对一下，要圈这三个红圈，看一下。对，都是圈一开始，因为他问的开始都是对的。好，很可爱耶，我有听懂，我有听懂。那个黄成伟说，哦，我都圈一开始啊，因为这里就有一开始，这里就有一开始，这里就有一开始。好，对啦，没有错，您这样判断也是对。那我只是说就句子的前后顺序，当然是这个一定是先的。好，这个题目设计的蛮让你们容易得分的。好，我们来看最后短语练习，看谁写的好。好，写就是一个动作嘛，哈，看谁想得快。来，吴湘杰，你写什么？看谁？看谁考得好？哎，跑得快好不好？因为他已经好了，我们就不能再写好。老师，我也写，我写看谁跑得快。对呀、啊，看谁跑得快。老师，我也写我是写看谁跑得快。真好，真好，我们太有默契了。看谁跑得快？我是好。没有问题，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文德，请你们看一下昨天的，昨天是82页，我会从这里考听写，请你们等一下，我在讲新谱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 ，OK？ 好，再来哦，新谱的同学，我们来准备91页。太和，你举手，还是不小心按到？我要留下来了啦，暂停，暂停。暂停，嗯。去看评量，我们等一下考试哈，考82页哦。好，新普来，他希望能在猪圈旁种一片玫瑰花田 ，OK 吗？有没有哪一个字有问题要我写的？没有。好，看一下字，这样看得到。第二题来准备，茶农得趁天亮前采收茶叶，真辛苦。辛苦两个字我等一下会考，不一定两个都考，但是两个字一定有其中一个字会考到。好，对一下答案。辛苦还没写完的举手，要写哦，因为我讲完就要把它写完。好，黄俊彦也要拿出来写哦，苏胜祥举手了，好，赶快写。第三题，曾经享用过佛手瓜的姐姐一再向大家介绍那香嫩鲜甜的滋味。好，佛手瓜有吃过吗？小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没有吃过，有的人有吃过哈，就知道那个植物长的那个瓜长得像，就是像一个佛的手那样子。好，好，来，享用的享我等一下会考，好，把它认清楚哦，哈，好，瓜的注音，哈，在我会考哦，再见的在，好，很甜的甜。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对好了吗？还没有对好的举手，因为我要讲下面了。好了，好，朱胜祥举手，好，我等你一分钟哈。哎，刚刚下课不是有叫你们先写吗？好，老师，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完了。是，很棒。好，蔡和宇，你要认字哦，赶快把字看熟。有时候因为你都会那个笔画、啊、有错误，所以喵老师等一下考你们哈。好，第二大题，请新普文德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哦，因为这个是多音字，多音字就一起看比较重要。所以文德，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请你看。好，黄俊彦还在吗？如果你在，可以开麦克风哈。好，第二题。来哦，第二题准备了哈，辛苦。如果你第一大题没写完，你等一下休息时间写啊，就是我们下课了你再写。第二大题圈出正确的答案，第一题来，是那个蔡婷，好，蔡婷好，
没有，你刚刚可能不小心开到麦克风。好，专心看哦，这一题很重要。大家在小组讨论时，已经充分把每个人要做的事情都分配好了。这个分数的分这个字呢，有两个读音哈，一个是份，好，我有写在上面，你们可以看。一个是分，对，份跟分怎么分呢？注意听哦，分数当然叫分，分配也叫分。那充分就是念四声 ，OK 吗？对，好。第二题要写的不是多音字，而是字形很近的字，叫形近字。山羊的羊跟一半的半长得有点像哦，但不一样。好，第二题来注意听喽。山羊做到一半就开始埋怨，你如果不会念，就念馒头的馒。哦，埋怨，沟通之后才继续埋头认真工作。埋东西的埋，哦，用土在埋的话呢，或者是像这个埋头低头在做事，这个都念埋，埋埋埋埋埋的音，哦，埋。可是什么时候念埋呢？就是抱怨埋怨，他很会埋怨，我们不会说他很会埋怨，不会，哦，很多人都会念错，念他很会埋怨，不是埋怨，是埋怨，馒头的馒，哦，你就记住这个音。好，到这边有都圈对了吗？我停一分钟给你们对答案。有，红色的答案是正确的。老师，我圈对了。等一下考试的时候，二年级跟着考新谱一年级的，好，提早进来的同学。好，第三大题来，小天分享他对课文理解的内容，请把错的叙述打叉。好，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们有讲哈，那个他们收成的时候呢，在做的过程有一点气馁，所以有互相鼓励，对不对？哦，收成的时候很快乐，对不对？哦，小羊吃上面的地瓜叶，小猪吃下面的地瓜。所以第一题来，第一题请詹凯成念题目。小猪，小猪和羊一起下地看，种下地瓜苗。对，请问是对的吗？小猪跟小羊是一起种地瓜苗的。好，来，黄玉云念第二题。是羊先聚的居哭而想要放弃。好，是羊先觉得辛苦，哦，而想要放弃，是羊哦，没错 哦啊，小猪还鼓励他，对不对？对，哦，好，第三题，好，请李廷佑来念。收成时开始，李廷佑开麦克风。好，赖宜珊也可以一起念。收成时，小猪开心的吃的地瓜叶。好，收成的时候，小猪开心的吃着地瓜叶。蔡和宇跟赖宜珊，请回答，是小猪吃地瓜叶吗？是。是谁？不是，是羊。是谁？是羊吃地瓜叶，很好。小猪吃地瓜叶。小猪吃地瓜，对不对？好，第四题。小猪和羊，这个请我看看，苏菲不能念哈，请苏胜祥跟黄俊彦还有曾俊凯这三位一起念。小猪开始，小猪和羊开始念。小猪和羊一起分享一半的快乐。这一题我要特别讲，很多人都以为是对，然后可是课本的题目叫做快乐不止一半，所以呢，他们两个虽然做一半做一半，可是他们分享的快乐比一半还要多，所以他的题目才会叫做快乐不止一半。听懂的举手。好，很棒，黄允有举手，詹凯成、黄成伟，好，来，宜珊都举手。好，到这边先停一分钟，请你们准备一支彩色笔跟白纸，我要准备考听写。老师，我准备好了。好，准备好了就再把本子打开，在旁边看一下。等一下我考试的时候不能看哦，我跟你们一起。老师，我只有色铅笔。色铅笔没关系。
好，拿好了吗？请问亲爱的小朋友，拿好了吗？拿好了。好，来，拿好了，来准备哦。拿好了。好，第一题。拿好了。第一题哦，好，我先关镜头，等一下我们公布答案哈。好，第一题，请新埔的同学写出能够的能。文德的同学，请你写出向前走的前。好，请开始写，不用写注音哦，写国字就好。新埔写能不能的能哦，那文德的同学写前面的前。好，好了之后，请你放到镜头前面给老师看。好，如果你真的不会写的同学没有关系，妙妙老师这里也有放答案哈。好，好，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就是你过关的哈。好，来，詹凯成通过，黄月云通过，黄成伟通过，蔡婷通过，曾俊凯通过，黄俊彦通过，好，苏胜祥通过，蔡和宇通过，赖宜珊通过，好，吴湘杰也通过了，李廷佑，李廷佑你的能的下面，好，最后这一个笔画再注意一下，好，好，你可能刚好没有写清楚，好，没有关系，好，来，第二题，请准备，好，第二题，来，第二题，新埔的同学，请你写出辛苦的辛，文德的同学，请你写出清楚。老师，辛苦的辛没教过。的辛没教过。辛你们还没有教过，我们刚刚有教。对，没有关系，等一下我带你写一遍。那我不会写。没有关系。刚刚我们会谁？老师，你是说别好了？老师，第二题是什么？老师问的些什么？我的第二题是清楚的清，清楚的清，对，清楚的清。清，好，有人已经这样了，我有看到了。好，来喽，预备哦。不会的，你可以看我这里啊，哈，因为刚刚上课有上到这个字呢，我刚刚不是说要从我今天上课的题目里面去出吗？很好哦，来，我喊到名字的，对了，赖宜珊写好了，好，蔡婷写好了，黄成伟写好了，黄玉云写好了，吴湘杰来放清楚，老师看好，吴湘杰过关，好，曾俊凯我没有看到你的，苏胜祥来，苏胜祥的过关了，好，蔡和宇的过关了，哎，蔡和宇你是用什么东西固定在那里？好，你用铅笔哦。好，李廷耀，你放好，老师看，你没有放固定啊，你一直晃来晃去，我看不见。哎，等等，张凯成过关，我讲到过关的都可以哈。好，两个人停住，不要动。李廷耀跟曾俊凯，刚刚我新埔是念新，新埔是蓝色，对不对？新埔是蓝色，所以请你写这个就好。清这个字是文德的 ，OK 吗？哈、哦，可以哈、哦。好，第三题准备喽。好，第三题来关镜头，我关镜头。好，第三题，请听好。今天如果你考得很棒的同学，我们考完就可以下课喽，25分左右考完就可以下课了，哈、哦，就可以提早5分钟下课。第三题，新埔的同学，请你写出享用的享。文德的同学很难哦，文德要写帮忙的帮，请你慢慢写，哈、哦。新埔要写享用的享，文德要写帮忙的帮，然后二年级上线的同学就不要再下去了，因为等一下25分以后我要帮忙那个翁浩宇讲一题数学哈。好，开镜头咯，好了就放着哈。赖宜珊过关，蔡婷过关，李婷又写得很棒过关，黄成伟很棒过关，黄玉云固定好，老师看很棒，黄玉云也过关。好，其他同学呢？陈一杰也很棒，一杰都很棒，一直都有写，我有看到。一杰我好了。嗯，好，一杰也很棒。抱歉，刚刚因为镜头没有看清楚哈，现在有看到你的了。一杰好乖哦哈。苏胜祥写得很好啊，很棒，你今天超好的哦。等一下妈妈下班回来跟妈妈说你今天有乖了哈。好，蔡和宇也很棒。好，
詹凯成的有看到了，可以，谢谢。好，还有谁我没有喊到？曾俊凯，我没有看到你的。我，老师，你还没看到我的？有看到了，谢谢你。好，还有谁没有吗 ？OK 哦，最后一题喽，准备哦。好，来，关镜头，最后题一定要把它完成啦，哈。好，好，新普来，最后一题，准备喽。刚刚妹妹老师说一定会考的，再见的再，再见的再。先怎么样再怎么样的再。好，文德的同学准备，文德的同学加油的油，加油的油。做好了是这个在一样在来好了，请你看镜头前面。好，妹妹老师也开镜头了。好，我看一下，詹凯成过关，吴湘杰过关，黄玉宇你那个下面再不要凸出去，来这边可以把它改一下就好，你再重写一个就好，不用擦掉，没有凸出去哦。齁，好，黄成维过关，蔡婷过关，李婷又过关，曾俊凯我还没看到你的，黄俊彦还没有看到，苏胜祥过关，蔡和宇很棒过关，赖宜山过关。好，谁我没有喊到？陈一杰可以哦，陈一杰也写得很棒。好，他说想讲一句话，那我看你又回来了。考这四个是下个礼拜会考更多，可不可以加注音？不用写注音，下个礼拜我会再考更多哦。哦，明天没有要考试，哦，下个礼拜开始我就会其他的小练习在线上。好，已经 OK 的同学就拜拜了，可以下线了。好，明天见，拜拜，妹妹老师，拜拜，妹妹老师。